我觉得我没有拿捏贺军老师，而且我跟贺军老师是非常好的朋友。我只是贺军老师的话，他动玩笑的话呢，是应该怎么延续下去？就我敢说真话是吧？贺军老师，你越这么说，越显得自己没自信。也是啊，也是，对对对对对。贺军老师是懂的，他跟我关系很好。